点赞点赞，免费啊，免费。好，祝大家周末愉快。大家好，我是赛昆仑，今天给大家搞一个烤肉自制的饮料啊，这是饲料，这是干料，腌制好的，这是蒜蓉烤生蚝的，生蚝已经烤好了。哇，爽，表哥来了啊，生蚝昆虫大餐，柬埔寨特色，这个是生吃的 ABC， 柬埔寨人很喜欢喝的酒 ABC。喵，米龙，大健，乖，大健，这是一个中国人的狗，好像跑到我们家。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谁找到你500块呀？你值500块呀？今天给你送东西，又赚500块，哎呀，太好了！今天给你吃顿好的啊，嘿嘿嘿，好的，今天给他吃顿好的啊，明天500块。来那个飞鹰狗，500块是吧？真的是一个幸运狗啊！嗨，你好。你的主人马上要来接你了，如果你们有谁要找狗来找我啊，狗都跑到我家来，嘿嘿嘿，拜拜。新疆羊肉串啦，3美金一串，3美金一串啊，这么厚。想吃羊肉串的啊，点赞点赞，免费啊，免费。好，开始试一下。嗯嗯，喂喂，找个牛肉串啊，外面吃那个串串，红牛烤串，嗯，哎，开店了，试吃一下柬埔寨的昆虫啊，这个是炸蟋蟀，看到吗？真的还可以，有点像、啊、国内的那种挑豆，你们应该是吃个挑豆嘛，5毛钱一袋，现在不知道是不是5毛钱一袋了，真的可以。再来试一下这个，这应该是小鹌鹑吧，炸的，可以。好，祝大家周末愉快。这是我们柬埔寨的朋友，小哥，别逃。周末愉快。啊，你们是？我们生日快乐吗？啊？没有人生日啊？谁生日？今天再编一个生日出来是吧？今天是他的生日。Hello， 八戒。哎。今天是你的生日。哇，又来了一只土狗。我们家的狗很多，祝大家周末愉快。ABC 放了毒酒在里面的，所以还不错，就是有点苦，但是喝习惯了很好，基本上3瓶都可以喝醉。